这个学校里面，因为乡下小朋友，那么一进到学校里面去报道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哦，原来台北是这个样子。跟我爸爸说，哎，我也想要念台北工作。那我爸爸就说好，那他那时候他是我爸爸是职业军人，他就去问到一个警卫，他是军人，他喜欢问有穿制服的。那现在想起来，那人家当然跟他说台北工作很好，要来啊什么的，这个很好。我爸爸后来觉得听到说台北工作很好，那也跟我说好了，这个还不错，就去念台北工作。台北工作呢是。不是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才变好。台北工商呢，从日本统治台湾的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学校。这个非常的淳朴，那些学生啊，变成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念台北工商，变成是一种台北工商的一个image。以我那个年代，所以你要注意去看报纸，那报纸一登要招聘新进人员。他在报纸上面就登，他想要第一台北工专学生毕业才有资格来我们公司报名。因为穷嘛，就会比较激励自己。是那个时候学生的一个那个学习的能力跟企图心哦，跟求生的那种意志力都很强，这个是一个那时候的特质。感觉学生生活只有忙哎，工专毕业的时候大概。我是当班长，说毕业舞会我一定要去参加，但是说这个班长要开舞，我说我只会吃蛋糕的，我请副班长去开舞。平心而论，说实在，那时候大概只知道读书吧。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就相当的单纯，在学校的生活就是宿舍，然后教室，那图书馆、宿舍，大概就这么的三个空间这样来读。我们当时读书哦，都是在期中考、期末考，都是一个礼拜前都要在宿舍里面每天读啊，闭关这样子。读到那个都过十二点以后了，才能够勉强可以六十分啊。我们一群同学都是这样子啊。你对其他的事物，好像打球跟玩占的比重比较大嘛。我们那时候头发太长都一定要剪，教官要查你。我还被芝山园的警察给我抓去剪过一次头发。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以前教我线性系统的自动控制的老师吧，他现在也是景隆科技大学的校长。自动控制他这个科数学比也很好，他就讲课讲的逻辑很清楚。教工业电子的周景辉周老师，那时候在教工业电子。一个他在产业界，他有实务经验的，一直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也做了一些这个同学自己去在寻找自己的兴趣。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王文博教授，他充分的把国外的知识带回国内，同时呢，他有着很多的工程实务的经验，他教的又是刚好是我们实务应用的这方面的科系。的时候必修学是280，现在大学的必修学是120，对，所以我们五专五年要修大学的两倍还要再多，尤其是修很多很多实习课。那实习课，我觉得实习课是奠定我们喜欢动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对动手，对把手弄脏了，是件很就是觉得很习惯。我的同学是那个技嘉的副总裁。梦里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总是那个实习课都做最好的，我们不会的都问他，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说他这个就是以后当大老板的这个本质啊，你看哈，然后我们常常会
常常会用短路，短路就会蹦一下哈、啊，就是那个很大声，然后满个房间都是那个火花哈、啊。每次有同学有那个火花，都是全班欢呼。哦，真的吗？他很快乐，只要到短路，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班上有个同学啊，他常常喜欢东搞西搞，常常弄短路。然后他考闭关的时候考上那个飞弹关。哦。我们都跟那位同学讲说，以后反攻大陆都靠你了哈，你要不小心把洞挡住，飞弹就飞过去了。比较特殊的地方，那时候刚好光华商场实习课，有时候要买一些零件，他有时候学校供应，有时候你要再去外面。那印象最深的就是说，后来我们都会自己装音响，这整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是也是蛮有趣的。好像有人讲到说，工专的精神就是 all to 的精神。对，因为咱别好行，我们的实习课程做得很落实，所以我们不仅止于在书本上呢读的书，我们还落实到我们的实验上面去，实习上面去。王瑞才老师以前就教我实习啊。王瑞才王老师，他事实上就是教我们的整个电脑高阶软体的部分。那另外一个老师是郑义鲁，那郑义鲁他教的是一个微控制器，那有人也把它叫做微电脑。那这个课呢，那时候开的时候，算是台湾算是比较早，在台北工专那时候实习只要实作，那再像微电脑的这个微处理器的经验，这个事实上是那时候相对比较少，就是大学毕业比较少。陈英潮老师当时。谈电晶体都已经非常伟大了，半导体变化那么快，所以对这个记忆体电路就印象很深刻。我们实作第一堂实作就是怎么焊一个三角锥了，刚开始觉得很无趣，很 boring， 但是后来想想这是很重要，因为一个实作你要会自己焊嘛，那个焊的技术会影响你到电路的品质，所以其实从这个。所以从台北工专的这个实习课，你了解到他从基础的让你训练起来。前天我跟我们那个童子贤老师，他现在是我们荣誉教授，他还跟我讲，他就跟我说，那个老师他做了一件他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他暑假的时候，还有晚上的时候，他把那个他那时候当电子科主任，他把实验室打开来，让有兴趣做实验的学生就去做。那如果需要电子材料的话，学生自己去光华商场，去有一家材料行，现在还在，叫良心电子。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还在，就是挂我们学校的账。他是这样的方式让这些有兴趣的学生去发展他的兴趣。他就说他前前后这那个十年代的很多很多的那个这些电子公司的老板。上市工作的不是这样的，这样栽培出来，自己栽培。我觉得其实台北工专的风气就是这个多年来都是维持一样，比较务实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校训是陈朴精勤嘛，所以都是想把，我觉得都是想为国家塑造一个技术人才，都是比较本本分分的啊，比较这个务实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我自己感觉台北工专比较还是技术本位。他会讲究技术的创新这些，所以我自己觉得学校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教导我们，就是说要把技术学好，你将来在社会上你有很多机会，很多管道你可以贡献你自己。对整个的发展还有思想的一些影响也是蛮大的。那我们以后在事业上面可以就是
坚持啊，然后就是说蹲得久才会跳得高嘛。在那个学校本身训练出来的那状况就是说，哟，你就是要踏实，按照你本身的那状况一定要有高深，有比较好的这一个技术，你才能到这个社会，你才能，那时候我不敢讲说要报效国家啦，讲得这么伟大，你才能生存啊。我觉得社团的经验，有一点补足在在这个人际关系哈，人文的这一块。今天就算是个技术人员，有一天你可能要对大家讲解你的技术，那你要上台，你要怎么去讲话？那这个学习就是一定要必经之路了。我们不会排斥动手去做，因为大概是习惯，就是因为那个课程的关系哈，关系要来去做哈，这个我觉得是成功的第一步。我当一开始就有创业，一开始你就打算要创业？我不太喜欢公务人员那种生活，所以我势必要在这个很竞争的这个社会里面去竞争。只要是你在人间，人活在这人间，经济不景气，然后通货膨胀等等这些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在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的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我如果让我自己学习成长，我如果去学习说面对这样的不景气以后，我度过这样的一个不景气，我跟人家别人之间、同业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化的？我认为当虎爸虎妈，可能可以把孩子下一代教得好，所以我一直跟每一个人讲说，义光是一个学校，我必须把我的经验的累积，我的智慧，我必须教导我的年轻人。我希望说，我这个年轻人来义光经过栽培过了以后，他出去到社会上，能够创出他自己，改变他自己的一生，能对这个社会能够有一个大的贡献。其实企业是要先找到一个对的 business model， 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一个成长性的。找个 business model 是最困难的。一开始也是有小的啊，有小的大的，要开始的时候就要想到你这家公司未来啊的一个成长蓝图还是怎么样。比如要做电脑商场啦，大概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那个电脑业，那第二个专长呢是要那个懂建筑业，第三个呢要懂商场经营，第四个专长呢是要有资金。曾经呢，这些管理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能够在这一个事情呢专注一万个小时的时候，那你就会在这里面呢，你就会有所发展。学习是无止境的，但是你要从最基层爬到一个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么很简单，你有可能你会花两年的时间，花三年，花五年的时间，但是你投入在里面的时间总是要那么多。那你到底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把各方面的资讯把它最后把它化为中效，还是你要在每天八个钟头，每天八个钟头慢慢的去累积？这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的在谈说，我们要趁年轻的好好玩。我一直不认同这个说年轻好好玩，因为年轻是你一生里面最大的资产。你应该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好充实我自己，尤其是打工，你不要读书跟社会脱节了。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充实你自己？你应该写的是什么？你很努力的去动作做了，你就有了经验，你就变成是你的智慧了嘛。好，你有智慧，你就会有创意。你这人生的价值就出现了。我觉得不要先想要成功或先想要目的。应该是要多先想一下你做了什么贡献，你能学到什么。因为这其实有点对我儿子讲，好，就是说。不要那么投机啊，就是老是在计算利弊得失，有好的机会你就应该要去掌握，就要去做，做了以后你再来判定，你再来
转弯，只是我们要控制风险而已，我们不要傻傻的投入太多的所有的个人的资源下去，很多事情一定都是真的做了，做了你才有感觉，也就是说听人家讲是一回事了，自己想是一回事了，你经历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是说你至少要踏出第一步，这个很重要。那么在这18年当中，我不断的遇到了我们北科新的学弟，那么那是啊学弟学妹们，所以我不断的来跟他们来沟通一个观念，怎么去营造自己的优势，那么在营造自己的优势当中，先认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一直有一个认知是，科技大学应该重在所谓的这种应用科学。学校所教的这些课业，那么你认真把它学好之后，未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业里面，基本上它就是你的基础。那当你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在产业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挫折，遇到你不懂的，你只要回去稍微翻一下你的笔记，你大概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个就是这个学校以一般的这个学校。相当大的差异，那这个就是北科大，也是北科大的优势。那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传统，是很好的传统。北科的学生，因为在这个专业技能这一块，基本上他是绝对 OK 的，他绝对没不会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不要陷入所谓的专业傲慢。好，那所以呢，在整合的过程里面，我都会跟我们的这些学弟来做沟通，很多事情，那么多一点聆听啊，那么你少开一点口，这样的话可以去了解了对方的企图之后，我们再来出手。每一个阶段，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定位跟角度角色。既然读书就是学生嘛，学生最重要就是读书嘛，不一定第一名的人未来就一定会最好的成就。但是有相对没有绝对的，我其实倒觉得说年轻人并不是说像一般人觉得说年轻人是草莓吃，他们今天可以使用的这种资讯的工具呢，比以前不同的年龄的人更方便，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好，它的效率比以前的人呢更高。对，我想科技的发展或者是文明的发展，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人他能够过比较好的日子。我说的这个刚刚讲的那个是说，你要投入这5年到底你要投入什么工作，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假如你做的是一个未来发展性比较高的那这5年你比较不会白白浪费掉你的时间。第二点就是说，可能现在其实在几年前都讲知识经济，要终身学习你这个可能你有机会你还是可以多多想办法看怎么样去增进你的那个观念。第三个你怎么去充实，第四个你怎么去建立你的人脉。我一直认为工专的精神说实在是点点滴滴求其实，所以这个精神就会让你在做很多事的时候，你会观察很细微而且不隔马虎。但是真正我的感觉真正的学问其实就是往后的经验，做什么事真的要去面对，不要逃避因为你面对了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平心而论，你就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那些就是你的经验，那你的经验说实在往后就是你的学问。因为台湾真的太小了所以你没有走向世界根本是是不容易 的而且英文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在台北工专5年我敢讲我没有一天不读英文。读书的时候应该拟定未来的计划然后呢用功的读书，你就要做什么，自己有兴趣在哪方面哪边发展。前5年
是更是一个好的机会去不断的哈，针对未来自己所要走的方向哈，去吸收或学习各种不同的相关知识。经过五年的阴影，我想不止专业知识增加，产业的知识也会慢慢增加。相信大家可能会认同哈，前五年就是一个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嘛，实质的收入啊并不是啊最重要的。那有五年经验以后啊，那个人累积的啊，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啊，产业知识、经济的啊等等，那就会提高自己的价值。对企业而言呢，你培养了年轻人，也许将来有一天他真的有很好的这些能力了，也许他也会想到说，哎，当初我曾经实习过的企业，所以算是一个人才的培养，也许有一天会回馈的。所以我是觉得站在企业的立场，我们也是好 open 的，不要拒绝。可是我也跟大家很现实的问题说，最起码学校要懂得不要造成企业的负担。那我一直觉得学校应该是扮演着要导正社会风气的这个基本的责任。基本的责任，那 even 已经是一个高等学校了哈，也许学生的特质已经过了他养成的那个时间点机会啊，从小学中学高中啊已经过了，但在最后赋予他技术的时候，专长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将来出来的时候的这个工作的态度啊，还是要能够比较本分一点，比较务实一点，而不要老是去随着社会的这个流行趋势去想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我有些时候会跟教授们来沟通 ，OK， 假设在这四年教育里面，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再补强的，那我们该怎么样子来调整学生对产业的看法？因为终究是科技大学，科技大学基本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认清了它的优势之后呢，那我想，北科大出来的学生他会更海阔天空。常常有我到学校哈，有跟校长也跟人家讲了一下，就学术界跟这个企业界哈，似乎有产学友，有没有完全那个挂钩的很好，不像大陆人家。他很多那个什么教授都是每个很多那个产业界很多东西都是由他们来设计啊什么来做的，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能够跟产业界能够结合，这样的话技职教育才比较能够落实。